其实说真的，我自己都不太会去追梦，因为每次追完几年，然后觉得我非要追不行。也许上班了，上班呀，或者话就不要管。所以基本上我追求是比较简单的线条，然后比如说那个有什么重心，或者是像我身上这些比较装饰的，它有一定的重量，就是可以希望是简单的。利落其实首先像比如说如果一件合身的牛仔裤跟简单的 T 恤配上一个长外套再搭配那个基本就可以，其实不能再烫不到的一些，所以其实很多衣服才能表现出来，但是如果你要利落其实的话就不要太多粉丝，然后没有多的甜美的东西，像日系的那种是我觉得里面的其他的演员不会，因为演员每个角色都是各自设定的造型，所以基本上演员很难。但四肖跟我分享，对，因为之前我也只是看演员，一直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动作都说顺，当时的状态。因为事情很多，然后在家休息的时候，上班的四肖会大家专心开始，而且经过那么久，我觉得我再拿出来吃，好像一小时。现在戏也都是差不多到一段落了，我就想就是大家不用其实好